科技，不论是在节能、轻量化、高安全性以及操控乐趣上，都有着精湛的演出。十四比一最大压缩比的 Skyactiv G2.0 升汽油引擎，并发出同级车款中165匹最大马力，以及21.4 kgm 的最大扭力。其他如变速箱、高刚性车体以及轻量化底盘，都让 L6 Mazda 3在提供灵敏的动态表现之余，还能够拥有同级车中首屈一指的油耗表现。如此高量级的存在，让 L6 Mazda 3一上市即空降成为年度进口中型房车销售冠军，彻底颠覆您对传统中型房车的既存认知。现在我们将目光转移到右前。